folks,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 I'm Debs. And Julius. For today, mamamasyal tayo, gagala tayo, at kung ano-ano pa. Nandito tayo ngayon sa Cotton Museum. Ayan. Pasok tayo. Highlights. Ta-da! Picture, picture. Parang gusto ko na tuloy matulog. Puro unan yung nakikita ko. Ayan. Tara! Dito ka sa may harap. Pus-pus ka. Kumari, isa mo siya.口罩本来关注你的都拿口罩对来口罩来新冠病毒我们大家都很怕被病毒感染所以大家出来都要戴口罩所以我们把眼内眼睛内腔不只拿来救成棉被枕头我们还开发成抗菌除臭袜抗菌内裤还有我脸上戴着这个抗菌口罩因为那呢这种口罩不织布的口罩来 这个保护者也拿靠，哈，那有几张的上吊，有几张的上吊，不过呢，虽然这些人会造成环境的污染，不环保，很多呢，听说一些保育人士说，在海上的海鸥，然后鲸鱼呢，来他们的肚子里面呢，都会有不织布的那个吊绳呢，或者不织布的那个布套哦，哈，所以呢比较不环保，所以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银离子的纤维来。 这边看一下，从2012年得到台北国际发明技术交易奖金牌奖的纤维呢，也在做成棉被枕头、抗菌背心、抗菌除臭袜、面膜和口罩，用这个纤维呢来做成我脸上戴着小 V 脸的口罩，这个呢来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好，所以它的灭菌率还高达 99.9%，因此也拿到了金牌奖的那个金牌奖的认证哦。而且呢，等一下可以让你们看一下这个口罩外面的布料，它是透气柔软的布料，所以呢戴眼镜的人呢比较不容易，因为呢眼镜戴着呢，容易湿布。还有呢，来我们有时候戴着口罩讲话的时候，放方的啦哈。好，来这个口罩要去哪里买呢？ 仔细听哦，看我们的官网上面一个卖300好贵哦，不要去哪看买。好，来，这个要选的时候呢，这个买耳布，还有布一个卖199。那么在现场有没有买？有，现场呢一个因为是工厂，所以卖的是工厂价，一个是175。Ngayon naman pumasok tayo sa Cotton Museum. Tara, samahan nyo ka. Ito yung blue jeans mo. Ito yan. Kaya na, walang ka
明年。后来他还碰到李医师，也碰到牙。来，老爷，如果你还是要来看护理。好，咱这欧阳姐啊，哈，来，咱来看那个欧阳姐啊，看的时阵呢，来，姐啊，看个，看个护理。好，来，先啊，先做做干，做我奶奶肩膀比较窄，哈，比较窄，坐睡的时候比较不用那么高，所以看个一个做护理，看管了一个这老爷，这才是憨吉啦。啊，过来呢，接顺啦，所以来。一定要比肩膀宽，支撑住才够，才不会一翻身没有支撑就绕着了。不过安尼讲的时候，真侪人安尼呢，到底是要偌长？到底是要偌长？看到家己阿妈困到要登起来，来，点点头，无撇步，上好的状态叫做先困看卖的。好，来，行，咱来去市场枕头了，看要去倒。那有位置都可以坐啦，要甲你盖小金头啊，哈。好，来，这位姐姐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姿势。Meanwhile,